2018年12月8日凌晨2点23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道烈焰划破夜空，长三乙火箭一飞冲天，将嫦娥4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火箭飞行19分钟后，器件分离，嫦娥4号进入地月转移轨道。2018年12月12日，经过约110小时奔月飞行，嫦娥4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16时39分25秒，在距离月面129千米处，发动机点火。 356秒后，嫦娥4号顺利完成近月制动，成功进入环月椭圆轨道。2019年1月3日早上，嫦娥4号探测器在距离月面15千米的轨道上，自北向南朝着南极艾特肯盆地飞来。 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的指挥大厅里鸦雀无声，偶尔传来指挥员与各系统通话的口令。与此同时，在10千米外，国家天文台探月中心地面应用系统运控大厅里，各路专家也在紧张地监测着各种数据，他们等待着北京密云和昆明两个地面站接收到。 从鹊桥中继星转发回来的信息。昆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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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
十几分钟内经历20千米的落差，还要把每秒1.7千米的速度降为零。10:15，发动机点火，嫦娥四号开始减速制动。为了保障着陆器下降过程中不会撞到山上，嫦娥四号采取了类似于定点跳伞的方式。飞行到冯卡门撞击坑上方以后，它的水平速度基本消除了，探测器几乎是垂直往下降落。降落相机开机。降落相机开机。10:20，降落相机开机。10:23。报告，转 B 罩模式。全 C 转 B 罩模式。10:25:53，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人类的探月历程又登上了新的高峰。检查和确认探测器着陆情况。长城报告，着陆器正常着陆。11:40，着陆器南侧环境的影像传回地面，10多米外有一个大坑。15:07，两器分离开始。22:22，巡视器到达月面，随后玉兔二号向前行进，刻上了人类在月球背面的第一行印记。就像阿姆斯特朗的脚印一样，这行印记将永久留存在这里。从巡视器为着陆器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来看，着陆器降落在了一个缓坡上，向西北方向略有倾斜。着陆地点的周边环境与嫦娥三号有些相似，大大小小的撞击坑有不少，但石块的密度比广寒宫要小很多。虽然这里是在冯卡门撞击坑的底部，但是距离撞击坑的边缘最近处也有几十千米。再加上月球比地球小，表面弯曲度相对就大，所以目之所及，天际线上并没有连续起伏的山峦。仰望天空，更是没有遮挡。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南极艾特肯盆地低洼的地势和冯卡门撞击坑的深度会对鹊桥传递信息带来影响。嫦娥四号着陆后，科学家开始了为落月点附近区域月面标志命名的工作。在冯卡门坑中央峰的东南，有3个比较明显的撞击坑。3个坑的连线构成了一个近似直角三角形。而在地球北半球夏季的夜空，有3颗明亮的星也在天上构成了一个形似的三角形，那就是牛郎、织女和天津四。牛郎、织女之间是银河。于是这3个坑被命名为织女、河谷、天津。3个坑之间，嫦娥四号的落月点命名为天河基地。冯卡门坑的中央峰命名为泰山。2019年2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了中国这5个月面新的命名。嫦娥四号来到月球都要执行哪些任务呢？其实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获得过一张完整的月球全天温度曲线图。月昼到底有多热？月夜到底有多冷？嫦娥四号首先要给月球量一量体温。日常我们能够见到测量温度的仪器包括有水银温度计、红外测温仪、金属形变测温仪以及半导体测温仪等等，但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要测量月壤的温度。那么嫦娥四号会采用哪一种方法呢？
是在我们这个释放巡视器的，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叫转移机构，那个转移机构梯子最终是要搭在月壤上的，那我们在转移机构的这个根部来配置这些测低温的这些热敏电阻，巡视器开走，车开走以后，这个机构会和月壤能够充分接触，测到月壤本身的这个温度，包括我们足垫上，我们那个四条腿足垫上也增加了测温的装置。非常巧妙的设计，这样测量的月壤温度就会实时记录到探测器的数据中心，之后再定期发给鹊桥，由中继星转发回地球。月球南纬45度附近，嫦娥四号开始给月球测量中国温度。得到的数据显示，冯卡门坑内的最低温度低于-190度，从而刷新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嫦娥三号当年是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要测量全天的温度，就意味着嫦娥四号更辛苦，白天晚上都要工作。白天，着陆器依靠太阳能电池板获得能源，晚上就用上了专门为嫦娥四号研制的新型电源。在月夜期间，既可提供不小于2.5瓦的电功率，还能提供大量热能为仪器设备供热，保证仪器设备在-190度的环境中不被冻坏。在宇宙中，任何形式能量的传递都会以波的方式表现出来，小到我们眨一下眼睛，大到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时产生的震动。接收遥远天体发出的电波信号是研究天体的重要手段，我们称为射电观测。然而，电波的某些频段在地球上是无法接收到的。在地面60千米以上的大气层存在一个电离层，电离层就像是笼罩在地球上的一个巨大的锅盖，它会阻挡低频电磁波。所以我们呢，就是对于这些宇宙中的更低的频率的信号，我们就只能到外太空来进行观测。然而，天上也不宁静，在地球周围，大大小小的人造卫星有上千颗，它们也会产生低频电磁噪声。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咱们这个月球呢，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环境，它呢可以挡住来自地球的这个电磁波。你如果绕到月球的背面，就像咱们这次嫦娥四这样，那你就可以这个用这个月球本身挡住地球的这个干扰，然后呢就可以安静地接收这些宇宙的电磁波。针对月背如此独特之处，科学家们在嫦娥四号着陆器的行囊中特意加上了一个新研发的重要科学仪器，低频射电频谱仪。依靠那3根5米长的天线展开低频射电天文观测。这些来自宇宙的电磁波都包括什么呢？首先呢，最接近我们的是像太阳啊，像这个木星啊，他们知道都会产生一些很强烈的射电电波。那么像我们的银河系啊，它也会产生这个射电电波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应该说呢，这个咱们的这种低频射电的探测呢，就提供了一种手段去研究这个宇宙的这个演化的历史啊，去验证这个到底有没有这种宇宙的黎明啊，宇宙的黎明是不是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发展。嫦娥四号是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这些研究将为今后探索宇宙起源与演化、大爆炸后的几千万年到1-2亿年间宇宙如何摆脱黑暗，点亮了第一颗恒星，为人类描绘出宇宙黑暗时代和黎明时期打下基础。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月球背面虽然可以完美地避免地球电磁辐射对它的干扰，但是只要着陆器和月球车处在工作状态，
它们同样也会发出电磁辐射。这就好像你可能没有发烧，但是你有基础体温一样。而且这个电磁信号相对于来自遥远宇宙中的微弱信号，是如此的近，如此的强，以至于这些信号会对低频射电频谱仪的探测结果造成非常严重的干扰。为了降低着陆器上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电场噪声对低频射电频谱仪的干扰影响，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利用这种确定的噪声源的可以进行这种噪声剔除的方这种技术呢，来进行对于着陆器本身的这个低频噪声的一定的抑制和剔除，来提高探测的灵敏度。现在你看到的是三个天线，实际上还有一路天线就是为了做这个噪声对消来用的。2019年1月4日，低频射电频谱仪第一次开机工作。从这一刻起，人类的射电天文观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月球车此次的硬装备里，仍然保留有红外成像光谱仪。红外成像光谱仪是个寻宝利器。自然界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不同的物质会吸收不同波长的红外辐射，只要检测出哪个波段的红外线被吸收了，就可以对号入座。红外成像光谱仪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出月球表面的物质成分。截止到2019年4月11日，月球车已经累计行驶178米。地面系统贯穿了，就包含了整个科学的这个链条。嫦娥四号的数据，实际上，我们会在最早的时间就提供给国内的科学家去用，甚至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公开使用，和产出更多的科学成果。这个圆柱形的密封容器，它的高度是18厘米，直径是16厘米，它的容积大概是0.8升。这个使用特殊铝合金材料制成的密封罐体，它的重量是3000克，把它放到月球表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口高压锅，因为在它的内部是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压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小罐子的内部去看一看。虽说只是一个小罐子，但里面呢却是大有乾坤的。就好比我脚下这些白色方格下面的棕色的东西，就是以质石为主料的替代土壤，里面呢埋着一些从地球带来的植物的种子，还有一种昆虫的蛹。这些种子生长发芽所需要的水分，全都是由这一根连接着一个水带的水管给提供的。在罐子的顶部有一个直径1厘米的光导管，可以把阳光引入进来，保证植物生长的需要。在罐子的内部还有两个摄像头，用来记录这些种子发芽、生长以及昆虫羽化的过程。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嫦娥四号着陆器所携带的科普载荷。设计者希望在这里能绽放月球上的第一朵鲜花。这样有趣的创意来自于重庆大学的一群师生。2015年，在国家五部委联合举办的月球探测载荷创意设计征集活动中，重庆大学的方案最终胜出。想法有了，但究竟选择哪些生物来完成实验呢？马铃薯、油菜与棉花构成的凉棉油体系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微型植物拟南芥以及微型动物果蝇都具有生长发育非常快、生命周期短的特点。在小罐子上层的生物舱，四种植物的种子
和果蝇的蛹被埋进土壤里，同时还有一种微生物酵母。生物舱里熟睡着的六种生物怎样才能醒来呢？答案是用水来唤醒它们。在浇水之前，土壤是干燥的。问题来了，在嫦娥四号与三级火箭分离后，探测器内部处于失重状态。如果不加以固定，土壤以及埋在土壤里的种子瞬间就会飘满小罐子。有没有一种材料在干燥的时候可以固定土壤，浇上水就会消失呢？在真空刺绣、立体刺绣的工艺里，有一种叫做水溶棉的材料，只要水一浇上去，30秒内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水溶棉被选为覆盖土壤的材料。2019年1月3日23:18，系统为小罐子加电。与此同时，在重庆大学，地面同步试验也开始了。但此时意外发生了，着陆器传回数据显示，小罐子里面温度非常高，达到36.7。实验，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生物呢，在月球的表面环境下的生长的状况，为人类提供研究的基础和经验。在嫦娥四号任务中，还搭载4台国际合作载荷，有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沙特研制的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德国的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瑞典的中性原子探测仪。我们在后面的4期工程中，也就是我们要准备在月球上建立月球科考站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更大范围、更深的程度啊，更多的渠道来进行国际合作。探测数据啊，可以做到人类共享。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跻身于月球探测技术先进国家行列。与4个国家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体现了中国航天的开放合作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
上的月亮像河岸影，那是传说中的广寒宫。嫦娥姑娘已踏上征程，要把月宫探个究竟。眼前是满天烁烁繁星，身后是地球美景。带着未来的憧憬，奔月的道路上留下你坚强的背影。你的背影，千年的梦想由你完成。月的背影，人类的伤心的高峰。我们的心灵，月的背影，探索未知永无止境，永无止境。自古月有阴晴和圆缺，广寒宫夜晚已长寒冷。嫦娥姑娘一道访月宫，探秘寻宝拍照留影。头顶是遥远深邃太空，身边是无声寂静。前方崎岖路不平，苍凉的月球上留下你孤寂的背影。你的背影，想由你完成。月的背影，人类等伤心的